哎，so 我们今天来继续玩我们的魔王终局，最近有了新更新，新更新哦，可以更新了一些奇怪怪的东西，那我们就来看看，Let's go。哦，就多了这一个新的种类，佛兰肯斯坦吗？佛兰肯斯坦，如果没读错的话，好，那我们就来玩玩看吧，Let's go。Furby and Anaverby。冒险者入侵，所以这边还是一样。然后我们有的人是恶魔侦察兵，攻击是58几率年级。木乃伊猫是什么东西？计时霸或者一个消除技。然后我们有一个幻影火枪，计时五，释放三次子弹，随后消除此随从。好，走吧。所以我们的恶魔，我手好痒哦。我们的恶魔侦察兵是会放连击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拿到一个吹笛人，那个金鹤是什么意思啊？金鹤使残杀所有的暴击者获得一层污染，并分别受到三点伤害。我觉得我们这个可以先拿着，因为它金色的。文涛，所以我们需要找出它跟它对应的东西。下的小鬼，我们觉得可以拿一个，没有金鹤。然后我看一下哦，恶咒是什么？恶咒是造成一点的那个非弹伤害，然后敌人污染层数减少，很容易获得一层污染。进行一次额外攻击，触发三次后消除此随从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拿出这一个。OK，第一波打完。可以拿到一个刷新，小偷攻击时刷新数的几率变为40%。销售可以拿到凤凰，凤凰它是燃烧。我觉得我们拿刷新好了，说不定刷新会比较好。生成一个灵感学生，场上随机一个随机攻击加一，并获得一个刷新数。我觉得学生可以，因为它可以让他加一的话，好像也蛮不错的。行，我们先拿一个学生吧。Let's go。好，那腐败跟诅咒都不是金鹤，我们需要金鹤的说，我们上金一下不？哦，魔角，计时五对所有相邻的冒险人释放一个腐败，我就可以，我们先拿一个。这边也没有我们要的，那我们就直接跳过呗，或者是爆桶，对所有相邻的冒险者释放一个爆炸，随后消除此随从。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先拿着。我感觉它多了一些很多奇奇怪怪的玩法。稻草人获得稀有随从，死尸随从的几率提高一个1%，1%就别吧，1%感觉有点难。此随从是被消除时或产生一个灵感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拿着这个，我们就可以消除。好，没问题。招募随从是有50%几率多一个选择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拿那个赌徒的那个手指，看能不能读到什么东西。这边我们自己刷新一次吧。获得一个鲜活躯干是什么东西？变成两个附身者又是什么东西？那个我们就先不拿了。好，赌吧，Let's go。攻击时有35%几率对敌人造成腐败。好吧，可以吧？先拿着吧。这个我们就不拿。要不然我觉得我场上太多奇怪怪的东西，产生一个能量跟闪电。永久加一攻击，随后消除此随从，可以吧？我们拿一个黄金信徒好了。结果我找不到我们要的东西耶。
哎呦！都没有，都没有，群攻，群攻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拿着。好，冒险的消除，变异，变异应该不太需要吧？我们刷一次性，腐败造成的伤害加二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拿。这个我们再消停留一次，好，没有我们要的。我发现它隐喻有点淡淡的感觉。OK， 我们这边又多一个腐败。结果我们现在要玩脚哎、欸，我们需要很多脚哎、欸，这边我们就直接跳过。好，还是没有腐败，没有腐败。可是年级我觉得可以，因为我们有，对，我们有自然系，所以我们打年级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。刷新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走吧。这是水啊！哦，受到的伤害最多为水，还可以。这本我就不拿。我只觉得我们这样打好像还蛮难打的。这本又有一个金鹤，我们先拿好不好？结果我们需要的金鹤特别的多，然后它一只都没有出来。算了，走吧。就差一只，还是没有。即使杀获得一个刷新数或者是消除数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拿这一个。OK， 没啥问题，看起来问号。亡灵系就不要吧，我觉得我们拿爆炸好了，因为其他的也没什么作用。刷新，什么都没。哎，我这很难看到，就是我这很难看到跟那个什么有关的东西耶。拿一个爆桶吧，要玩要玩那个吹笛人玩不起来耶。再给我一点有用的东西了吧。好，我们再拿着一个小丑，反正我们有在玩污染。什么都没有 ,Let's go。 算还不错，至少我们还可以打死。木乃伊没用，刷新没用，子弹没用，哎呀！我就木拿这个吧，折进好了。又小鬼，随机消除一个水虫，获得一个品质更高的水虫，算了吧。先别搞。我们刷新留一次，拿到一个爆桶吧，然后先把这个删掉。OK， 啥都没啊！他惊恐二有那么少啊？林卡额外生下两次。行，我们可以拿一个复制学者，然后我们先复制多一个吹笛人出来好了。恶咒没用到，好，我们再拿一个咬人书。我这边我觉得我们可以删掉一个了吧，我看一下哦，我们删掉一个弓箭手。这里。污染，每次有道具的效果归零，所以58几率获得一个灵感加速或者是金鹤。好，我们可以先拿这一个，
再来了一个吓人小鬼，他也是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好难啊！虾米都无。刷了一次，产生一个惊恐的是灵感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拿着，那我先把一个角给删掉。射线能量造成伤害加一，但诅咒或者惊恐伤害减一。别别别别别别再删我了！所有冒险者生命值恢复到全满，产生三个金和灵感，消除此财宝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拿来看这个玩。敌人早安哦。污染、腐败，就是没有，就是没有金和就对了。你看他给了那么多东西，然后就是没有金盒。群攻没用。哇塞，这也太倒霉了吧！好，我们拿爆头。至少爆桶还有它的用途是吧？火鸡现在会群攻没有用，我们没有在玩火鸡，没有用。哦，寄生山产生一个金或者是灵感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 刷刷刷刷，哎呀，算了啦，咬人术吧，至少咬人术还有灵感，我们灵感对我们来说还蛮有用的。刷啥都没，我们先删点东西好不好？我们先删个猫猫，我们再删个，它这个会给我金鹤，所以不能删。再删个群攻，群攻我就可以留哎、欸。咬人书，算了，不留群攻吧 ，Let's go。给我多点金鹤好不好？这边还一只，只要看到有触发金鹤的都拿。这边我们刷新一次，什么都没有，对吧？可以啦，没问题啦。射线没用到嘛，对不对？金主也没用到嘛，对不对？闪电没用到嘛，对不对？又是邪能酒，行，先拿着吧。咬人术我们再拿着一个，然后我们可以再卖掉。OK， 小心，好，拿一个炸筒。腐败不需要，能量不需要。OK， 就是什么都没有。这边腐败不需要，自然系不用，产生两个金后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拿，然后先把它删掉就好了。产生灵感，没有用到，没用到，没用到，没用到。腐败没用到，行，OK，
点击消除此财宝产生两个金鹤，不行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比较好的东西呀、啊？完了，真没。它变成古树不需要吧？我们都有一个古树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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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被塞了什么东西？等等等等等等等，你先等等。扭曲肉团，可是也没用到啊！我没有电啊！这么一个夺心魔，我们先拿。释放一次爆炸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拿。那我先把这删掉，因为那个真没用到。释放四次子弹，可是我们没有在玩子弹。好耶，什么都没有。好惨哦，这要有多惨就有多惨耶。两倍数量的爆炸掉，我觉得我们再拿赌徒，我们要再赌多一次，刷多一次，啥都没，走吧，赌博，哭啊，等。燃烧没用到，我们的爆炸是不是有点多？但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拿。我们要删掉什么呢？现在删掉一个死人花心好了。它好多能量系的哦，拿一个炸筒吧。我觉得黄之印可以删掉了，刷两次，没有，OK， 刷、so, 这边我们再刷多一次，啥都没有，再刷多一次，啥都没有，再刷多一次，还是没有。灵感可以额外生效三次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拿这一个，因为我们有在玩灵感，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。炸弹怪的我们有两只的，我们就不拿了吧。可他这边有爆炸、欸，可是他需要能量充能诶、欸。晚安。计时二产生一个金鹤跟灵感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拿这一个。哦，还要玩那个泡泡。你不然金鹤是不是早就起了？是。啊！这边我们再刷新多一次，啥都没。我就减一就减一吧，没差。Let's go。对所有敌人造产生爆炸，这边一个金鹤，我们先拿。我先把这泡泡给丢掉，我觉得我可以先丢掉素人。我们先拿一个咬人书，可以啦，有什么问题呢？你们说对不对？先把这删掉。再把咬人书删掉，再见，姐姐。哇，我觉得它真的好难玩哦，就是感觉就是刷到的东西特别少，然后一直都不出来，超讨厌的。
但也不错，我们已经过了，姐姐啊。